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会的女友小零食系列，我可是整整挖了5斤的百香果，用纱布包裹住，过滤出果汁。我这里大概是550毫升，加入白糖还有水仪，没有水仪的也可以用麦芽糖哦。在加热的过程中要不停的搅拌，沸腾冒小气泡的时候加入黄油，等到黄油完全融化关小火，边搅拌边加入水淀粉，冒大气泡的时候就差不多了。这个时候你可以自己控制软硬度，喜欢硬一点的就熬久一点。看看这糖浆瀑布多治愈，很丝滑。在表面撒上一点坚果，稍微按压一下，放进冰箱冷藏，等它变硬了就可以开始脱模啦。吃起来一点都不甜，浓郁的百香果香，口感有点像牛轧糖的那种，特别的有嚼劲。装进糖果纸里打包起来，这样的女友小零食你们喜欢吗？快做给家里人吃吧。